大家好，前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些数据库 MySQL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从这也开始呢，咱们来介绍一下应用程序如何去使用数据库。当然了，咱们这个数据库的知识呢还没讲完，那咱们讲完 PRP 处理数据库之后呢，中间会穿插一些像MySQL 的一些存储过程函数还有触发器视图的一些知识，然后结合咱们的应用程序一起呢把实验做完。那这里边呢咱先学一下用应用程序也就是 PRP 来处理数据库。那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处理模是什么样的。我们来打开一画图。现在呢数据库种类呢不光是有 MySQL， 现在 PRP 里边，假如说这是咱们的 PRP 程序，这是咱 PRP 程序。那 PRP 可以处理的数据库有很多，假如说数据库有这么多种类，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前面咱们只接过像MySQL 数据库，当然了咱们还可以用 Oracle 数据库，还可以用微软的比如说 SQL Server 数据库等等吧，还有其他的数据库，比如说 DB2， 这块我就用一个其他数据库来代表，也就是现有的你知道的数据库咱们 PRP 都可以处理，只不过处理方式不同而已。假如说咱们在 PRP 最早的 PRP 5以前的版本中，咱们通常都是处理各种数据库，处理每一种数据库装一为 PRP 装一个扩展库，比如说这样，我们用线头连接一下，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连接 MySQL， 我装一套函数库，那就叫做 MySQL 库。比如说连接 Oracle， 我就装一个 Oracle 库，装假如说 SQL Server， 我装 SQL Server 的处理库，然后 DB2 装 DB2 的库，其他的装其他的库。也就是说连接也就处理任何一种数据库都要为 PRP 装一个处理这个库的扩展，说白了就是装一套函数库才能处理对应的库，这样呢装 MySQL 才能处理 MySQL 库，装 Oracle 才能扩展 Oracle 库，装这个处理这个，其他的处理这个。所以说 PRP 什么库都可以处理，只不过得装一套函数库。那这个有两点对我们不太好的地方，当然好的地方就是使用灵活，不太好的地方有这么几点。我想处理各种数据库，处理哪种数据库我就得学哪套函数库，比如说处理 MySQL 学这套函数库，处理 Oracle 学这套函数库，那其他的学其他函数库。这个学习上呢还不是什么困难的地方，因为咱说了所有的处理其他库都是基于也就或者仿照处理 MySQL 数据库这种方式来写的，所以你学完 MySQL 处理函数库的之后，虽然假如要你处理 Oracle， 你装上一套 Oracle 的处理函数库，但是你学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这里边的函数跟 MySQL 的函数都很像，用法也差不多，所以你只一旦学完了之后，其他的假如就算咱们不讲，你用半个小时之间也能把它学会，相似的程度太像了。所以呢这是处理这种，当然这种问题咱们要解决，后边咱课程里边会有 PDO， 就是数据库抽样层。那 PDO 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处理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用统一的一套接口，也就是用统一的一套函数或者是一套程序就可以完成。这是咱们后边，也就是后边的课程中咱们会介绍的 PDO 的课程。那咱们还会为专门为 MySQL还会学一个处理的，也就是专门处理 MySQL 的，其实在 PRP5 里有两套，
一个是 PRP 的 MySQL 库，另外还有一个扩展叫做 MySQLi 的扩展。这个也可以和 MySQL 这种扩展一样，都是处理这个库的。这个 I 就是对 MySQL 的改进的意思，它不光是功能上对它增加了，而且呢性能上也提高了。那有的说了，那为什么就不直接学这种 MySQLi 这种呢？为什么还要学一遍 MySQL 啊？因为你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是做二次开发，那以前在 PHP 4的版本里边没有面向对象的时候是没有 MySQLi 的，那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过程化的 MySQL 这种方式去处理的数据库。所以你看早期版本的那些产品的话，那你就得看这种技术。所以在咱们课程中呢会有三种，一种是这种 MySQL 库处理 MySQL， 一种是 MySQLi， 另外一种就是 PDO。 那为什么有 PDO 呢？因为刚说了你学不是难事，难的在哪儿呢？就是数据切换上。比如说我公司现在做一个项目是基于 MySQL 数据库的，那假如说随着项目的增大，数据量增多， MySQL 已经不够用了，那么需要转到 Oracle， 你首先呢需要把数据上从 MySQL 转到 Oracle， 然后就是程序上从 MySQL 转到 Oracle。 那最难的不是数据转 Oracle， 而是程序转，因为每个页面都有连接数据库的方法，那你相当于每个页面的大部分代码都需要改变，所以呢就把数据移植上带来困难。所以咱们后期呢通常选用的新开发的项目，如果就确定是 MySQL， 咱们就选择 MySQLi， 如果是后期有移植的可能，或者现在你新开发项目，你就用 PDO 或者 MySQLi 就行了，不要再用这种过程化的了，这是以前用的。咱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以前那种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已经有大量的项目已经用了这种技术，所以咱们还需要会。这是这个。那咱们怎么在 PHP 应用程序里边处理数据库也很简单。比如说这是数据库，数据库呢是一种 CS 结构的，这是客户端，我们必须得连接数据库之后，然后在这里边写 SQL 语句，客户端写 SQL 语句，然后它到服务器执行，再把结果返回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 PHP 呢就是，假如说这是 PHP 程序，它就充当了这个客户端，就是充当了这个客户端的角色，也是在 PHP 里边执行 SQL 语句让你访问。而 PHP 呢又是浏览器的客户端，又是浏览器的服务器。假如浏览器，这是客户端界面，你得比如说做一个搜索，你得把数据交给 PHP， 然后 PHP 整理这条 SQL 语句，接受你的数据，整理 SQL 语句到这查，查询完之后整理成表格再发给你客户端。所以 PHP 充当这个角色。那我们看一下如何去写 PHP， 用 PHP 连接数据库。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数据库，我们需要连接，那 PHP 程序里边我们也需要连接。需要连接呢就刚才当说了，需要安装 PHP MySQL 那种库，那默认呢在我的环境里边已经是安装的。你可以通过查看 PHP info， 比如说看一下这个扩展库装没装，你看一下，像下边你随着看那 PHP info 这函数前面怎么写，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这里边咱就不多说了啊。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到有 MySQL 扩展库，可以看到这些。那既然可以看到这个扩展库，我就可以使用 MySQL 函数了。那 MySQL 函数在哪儿？我们找一下手册，找一下 PHP 的手册，我们找目录，我们来找一下连接数据库，你看这道函数能有多少的，这是 MySQL 函数，你可以看一下。安装默认当说就是安装完的，这里边就不安装了，支持版本4就开始安装了。咱们在前面讲安装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咱们只要看这里边需要的常量，然后下边就是这么多函数。那这些函数呢有可能你不是说从一个一个开始学，咱们会用举例子把这几个都串起来，当然我讲主要的供大家学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呢不是咱们重点了，但是你得会。那比如说我这里边这么多函数，首先呢我需要建一个 PHP 文件，比如说 demo.php。 在这里边有几步呢？你第一步就是去连接，
连接数据库，就和我们这样的是一样的。MySQL 杠 H localhost 需要知道主机杠 U， 需要知道连接数据库的用户杠 P， 需要知道密码，然后我才能连接上。连接上我建立了客户端，我才能在这执行 SQL 语句。所以 PHP 也是这个过程，第一步肯定是连接。那怎么连接呢？当然了，咱们就得借助于 MySQL 这里边的这么多函数。你看哪个函数是连接的，看到了吗？打开一个 MySQL 连接，使用这个里边需要服务器的主机、用名、密码，那后边呢是否是新的连接，然后呢客户端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咱们不用知道，你只要知道前三个参数就可以了，后边了解也没有用，你也用不到。所以 MySQL 下划线 CONNECT 建立了连接，第一个跟我们刚才在客户端这么连接使用这客户端一样，需要指定主机、用户和密码，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主机 localhost， 第二个就是用户名，我现在使用 root 管理员用户去连接。当然以后你真正工作的时候，你这个项目不一定用到管理员，你会用到普通用户。那普通用户呢，你就要看一下这普通用户有什么权限，只有在他权限范围内的，你才能执行对应权限的 SQL 语句。当然我现在用 root 了，权限我就不用考虑了，什么都能执行。我的数据库密码12345 6，这是第一步，选择连接。那这个我们看到了返回的值是一个资源，如果连接成功呢就会像打开文件一样是文件的资源，这个如果连接成功呢就会返回什么，返回一个连接的资源，返回连接的资源。那这个连接资源当然资源，如果是资源的话都代表真，但是呢如果返回失败的话它就会表示假，所以我取返$link 可以判断一下连接成功还是失败。你可以这样啊，如果连接成功的话就是真，那么取返就是假，就不执行了。如果是假的话取返变成真，那这里边就可以输出与数据库建立连接失败，就可以看到这点，然后失败了后边程序就没有必要执行了，退出就行了，或者是你直接在这块加上一个或者 DIE 然后建连接失败也都是可以的，你这样写的还更灵活一些。连接失败，如果这里边咱们在这里边执行的，你第二步要干嘛，你是不是想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数据库啊？你看现在斜杠 S， 我这里边还没选择库呢，你看一下当前的用户是这个，当前的库还没有呢，所以怎么办？你要没有库的话也可以执行 SQL 语句，但是呢你涉及到表的时候必须得加上库点表名，那麻烦，所以呢我就把我项目的所用到的这个库作为缺省的数据库，或者说叫做默认的数据库，然后我执行任何对表的操作都不用加库点表了，都是对应这个库里边的。所以在我们命令行使用的是 user 什么选择库，比如说 PHPDB， 你看选择了，现在在斜杠 S， 你看当前库是这个，像上节课 select 或者是 select DATABASE 用这函数也可以看到数据库是这个，看到了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有，如果选择数据库的话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函数，你看一下。所以第二步要把一个库作为默认的数据库 MySQL select DB， 找一下那函数，你看 MySQL select 这块选择 MySQL 数据库，数据库名。 MySQL 这种处理函数跟其他的资源不一样，前面咱们接触过的和以后你接触过的，只有资源的一般的第一个参数都是资源，第二个参数才是其他的东西，而它正好相反，把资源放到了第二参数，而且做成了可选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如果在别的语言里边，就是PHP 别的章节里边用到资源都这样 select DB， 你看啊，第一个放资源 link， 因为在这个连接里边选择库，比如说细说 PHP DB
这个是数据库名，选择库。而我们这里边恰巧相反，看一下，是在这块写的第二个参数，而且是可选的。假如说我就这一个连接的话，我现在选择直接默认就是这个资源。所以你会发现在 MySQL 里边的，因为连接处理数据库都要处理根据这个资源才去使用的函数的，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资源都不用写就可以了，因为它在后边都是可选的参数。那有的说了，我要连接两个数据库怎么办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建立两个连接，假如说 $link2 等于 MySQL 下划线 CONECT，因为我在一个项目里边有可能连接，比如说HTTP 或者是 3w.hello.org， 假如说这个下边的用户名我叫的 hello， 密码是word， 假如说这个连接，那我在选择数据库的时候它会默认以第二个连接。如果现在我选择第一个连接里的库，你这回的时候就必须写连接，不然默认以第二个为准。所以有多个连接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第二参数就得写。当然我们这里边通常我们做项目一般都是一个连接，大型项目有可能有十几个连接呢，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写这个就可以了。大家这就是资源，然后正确的连接就会返回真正的资源，失败的话就会返回假。然后选择库，这就是我们跟这儿做的是一样的，连接选择库，然后在这里边就可以执行任意的思考语句了。但是有一个特点，如果我程序在这儿写的话，那么每一个页面我都写一遍连接吗？这样的话你给别人安装项目的时候，别人的用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和位置有可能和你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不一样的几率还比较大。这样呢你给别人做完项目安装项目的时候，你不能几百个文件都修改一次用户密码吧，那比较麻烦。所以呢咱们将连接和选择库的过程通常咱们都单独把它做一个文件，比如叫做 conn.inc.php， 这是过程化的通常的写法。但是在后面的开发模式都是面向对象 MVC 模式的，咱们再说后边的解决方案，就按过程的开发方式咱们应该怎么写，那就是这么写，把连接这第一步，然后第二步 step 第二步选择库，你看一下，然后所有的文件如果一旦包含在文件就连接数据库了，也选择库了，直接在里边执行思考语句就可以了。所以在 demo 里边，我这里边只要我 require 包含当前目录下的这个文件，那我直接就已经连接好数据库了，并且选择好数据库了，我在这里边直接执行思考语句就行了。那执行完之后，最后我得用 MySQL 下划线 close， 我得把这个连接关闭，我直接默认什么也不写，写这函数就可以，它会默认传那个资源，因为所有当时资源都是可选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上，对吧？那你最好别写，如果你写的话你改资源名的话，其他这里边不也都得改吗？而用默认的话就不需要了吗？把这连接关闭掉，因为当时资源有开启就要关闭。那中间咱们就可以执行任何可以在这个地方，前面咱讲都是在这个地方执行的思考语句，你就可以任何思考语句，但是前提必须要连接，必须连接的用户有操作 SQL 语句的权限。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使用的是谁连接的，是 root 用户连接的，所以呢它是管理员，有所有权限。那也就意味着在这儿所有的 SQL 语句都可以执行 DDL 数据对象定语句，比如创建库、创建表、分配权限等等都可以， DML、 DQL 还有 DCL，所有的语句的四大类没有一个在这儿不能执行的。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选好库了，那我就不创建库了，我创建个表，只要我写一个 SQL 语句，在咱们这儿写的是这样写的，
CREATE 创建 TABLE， 然后 TTTE ID INT， 你看就可以执行了。那我们在这里边先把思考语句以字符串型做出来， CREATE 创建，当然最好思考语句的东西你大写，创建表，那表名我这里边比如说可以叫一个完这里边有没有 show TABLES， 有 users， 这里边那我就创建一个 shop 商品表 shop， 一般表名都是用复数形式。记着思考语句在命令行这块是以分号结束思考语句，在这里边你不用写，而后边的分思考语句是整个后边分号是整个字符串的一个分号，并不是里边这条语句的分号，这里边语句最后不用加分号。好了，然后我在这里边比如说 ID INT not 非空 not 非空，然后not 非空AUTO 消息 IN INTREMENT， 这个自动增长看一下 INCREMENT CREMENT， 然后有 ID， 比如说商品有名字，然后 VRCHR V 叉50个字段 not 非空 DEFL 缺省值为空字符串，然后有价钱 DOUBLE double 型的not 非空缺省值为空，你最好都 not 非空，这样的话转成 PRP 的类型的时候它也不是转空了，然后数量 INT not 非空，然后 DEFALT 缺省值为0，然后你这里边数量价钱数量比如说 DESN 描述 TST 文本的我其他就不写了，然后名字价钱数量还有什么图片那些东西呢我这里边暂时就不写了，然后 PRIMLYKEY 组件比如说是 ID，组件是 ID， 然后 KEY 索引，比如说按名字索引，按价钱索引。好，我就建一个这样思考语句。那假如说这个思考语句就在这写完了，我先输出一下，你看就可以输出这条思考语句。demo 点 PHP， 你看一下，创建表这些。那我现在。你看后边没有分号啊，我怎么让它执行啊？咱说任何语句，只要你写出这四个语句，用它执行就行了。所以呢 MySQL 还是比较方便的， MySQL 下划线 QERY 直接执行就可以了。到了 SQL， 那执行成功呢返回的是一个，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你先看能不能执行成功。你看一下，刷新一下，没有任何输出，执行成功了。如果再执行一次呢？你看一下这个表 ，show TABLES， 看来没执行成功，因为我没看到什么，没看到这个表吗？让他检查一下这块是哪错了。创建表 shop id int 非空名字50价钱这个不能为 0.00 数量确认值为0，好再刷新一下，好像还有问题，还是没有这张表，那我就说了这也没有错误提示啊，你看一下我在这块输出这条语句 VR 相信 DUMP， 我先输出一下结果，这个返回的结果你看一下是真是假，你看是假值，说明是有问题，有问题它没有错误输出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 MySQL 这里边的这个函数得到这个 SQL 语句的错误输出。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你把这个 SQL 语句输出，你看啊，我在这儿输出一下 SQL， 看一下这儿，一直到这个地方，我把它粘到这里边来，因为 SQL 语句那里边是没有分号的，我加个分号，你看它就会提示我42000这个错误，然后你有一个错误在哪什么什么，这是一个描述，简单描述，你看这块检查某某某某 MySQL 的什么版本啊，什么解析符号啊 ID 这块符号错误了，看这个刚才那错误提示，假如说我不用这种办法，我可以用什么呢？咱先把这个错误告诉你怎么调，所以你可以判断，如果 $RESERT 是真无所谓，如果是假，我就可以通过 MySQL 输出，输出什么 MySQL 下划线 ERRNO 获取刚才这个错误号，也就在这里边提示的，你看4200就是1064这个错误，你看啊，说的错误号，那我这块先输出，比如说 ERROR 错误号是这个，然后连接什么错误呢？你看一下后边有个，这块是个空格，不是冒号，然后这块连接一个冒号，再连接 MySQL 下划线 ERROR， 这就能获取相应的错误信息，那有错误了也甭往下执行了，退出就可以了，你看一下错误1046，你有一个解析错误，检查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一下这里边这个 ID 这块有问题了，那就找一下看到这个 SQL 语句 ID 有问题，这块不加这个单引号，这个单再执行一下，你看就变成真了，变成真了，我这块show table， 你看有 shops 了 ，DES7 看一下 shop， 都可以看到刚才咱们创建表的语句，但是我再执行一下，又错误了，它表已经存在了，因为这样的表已经存在，你不能再创建了，所以咱创建表的时候，咱前面创建表的时候介绍过，如果 not exists， 如果不存在，我就创建，那这里边现在呢出现警告就不会影响程序，你看每次刷新它也是真，这就是在语句上加上这个如何解决错误，这块是解决解决错误，使用这条语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你看每个处理连接数据库跟命令行一样，只不过又结合了我们程序，那程序中分几步呢？记住，第一步连接数据库，第二步选择数据库，第三步执行 SQL 语句，第四步解决错误，第五步关闭连接，这就是我们创建表的一条语句，我给你保存一下，我用 1.php 保存。那你将 SQL 语句，这创建表的，这属于 DDL 语句，咱说 DDL DML DQL 都可以执行，你将所有语句分为两类，记住了，将所有语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经常执行的，有影响行数，比如说更新会影响行数，删除会影响行数，insert 会影响行数，影响行数的语句和另一类，和另一类什么有结果集，也就是有查询结果，比如说 select 语句，分成这两类去看待就行了。而你觉得这两类比较复杂，你就记住一点，语句分为查询，就是 select 和非 select 语句就完了。为什么要分成两类呢？因为刚才咱说的步骤中，执行完 SQL 语句解决错误然后输出这样的语句中，这个返回值，你看啊，
执行的 SQL 语句返回值，如果是 select 语句返回结果集，结果集什么东西，也是一个结果资源类型，如果成功，失败返回甲，这是select 语句，而非 select 语句所有使用这函数执行非 select 语句，比如创建库、创建表、增删改、除了查，那么成功返回真，失败则返回假。所以按什么来区分呢？就是按返回的结果。那这节课呢，咱们主要就针对下节课，咱们主要是处理结果集，所以这节课咱们目的就是，本节课的目的就是主要就是执行什么？执行非 select 语句。那这里边刚才咱们创建库、创建表已经有了，那这里边假如说我执行插入语句 insert into， 你看啊，插入这个表叫做 shop x， 这个表里边 ID 是空，咱自动增长咱就不用插入了，比如插入名字、价钱，名字、价钱、数量，还有描述，看是不是这几个字段， ID 是自动增长的，不用插入，然后 V6 值，这里边记住一点，所有的值不管它是什么字符串的，还是浮点数的，还是整数的，还是字符串的之类的，我通通用字符串单引号，因为外层双引号嘛，我这么写值，这样保证你不会出错，你不用管它是什么类型的，你要以字符串类型存，它会自动转对应的类型，它是认这个的。所以呢，你在这里边如果就把它特意的转成什么类型，像 JSP 那种的话，还容易出错，你看这里边咱们写就不会出错了，比如说商品 IBM， 然后价钱12000，然后数量100个，描述 good， 咱们看一下这样语句，那就看一下返回的结果是真是假，结果集PRIC， 你看提示错误有用吧，他告诉我这错了，所以我在这块写错了 PRIC， 好，没有错误，是真，返回真。那你看我这里边有没有数据呢， from 从 shops 里边，你看就有了一条语句。当然了，我这么插入，如果我把它做成变量呢，变量怎么插入啊，这里边如果是变量的话也容易，你直接用连接的方法，只要单引号留着咱们就不会错。经常我们假如说添加商品是从表单里边提交的 POS 的数据，那你就可以直接因为外层双引号直接使用 $ 下划线 POS 里边的提交过了什么什么，那这里边咱们就不写表单了，我用 get 来模拟， get 来模拟， get 里边 name， get 里边的数量价钱，忘加什么大括号了，加大括号就不怕这双引号重复了啊。然后大括号下划线 get 里边的数量，然后$下划线 get 里边的描述，你看一下，我需要 get， 那就从地址栏里边输入的 get 呗，我在这里边问号，名字等于商品，比如说是book 书，然后安德福，这里边价钱等于79，然后安德福数量等于假如说5000本，安德福描述等于very good， 你看又是一个真，咱们看一下，我刚才在里边参数里边写就加进来了，那我在这里边再写商品，我就随便写了 ABC， 价钱88，数量77，描述
Hello， 你看一下，就插出进来了。那咱同理，你用表单提交过来的数据，我只要组合成这样的思考语句就可以插入了。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思考语句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在这块输出，每次都输出一下思考语句，看一下这个思考语句的形式组没组合成功。这插入语句，如果你单纯用这个判断，只能判断什么？这个思考语句有没有错误？那真正的插的成不成功呢？如果插入语句，有的时候我们做项目的时候还得需要啊，同时插入多个表。那插入，假如说先插入多个表的时候，你要借助于这个表的 ID， 两个表是关联的，要插入到另外一表中，所以经常会把这个 ID 取出来。所以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能获取到这个表里边自动增长的最后一条的 ID， 就刚刚插入那个记录的 ID， 但必须得保证这个 ID 是自动增长的，自动增长的，我们才可以做到。比如说想获取这个 ID， 输出，你看，最后自动增长的 ID 是 MySQL 下划线 insert ID， 就能获取到，通过这函数连接一个换行。比如说我这里边再插入一下，名字是三个 W， SQL 语句输出了，你看三个 W 88，这个最后增长的是 ID， 那这 good 我再改一下值，是 UI， 随便写几个值，你看这个值变了，最后增长 ID 是5，你看最后插入这条记录 ID 是不是5？有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获取到自动增长 ID， 因为同时咱们在插入多个表的时候，一起插入的时候，比如关联表插入一个类别表，那么再插入一个商品表，商品呢就需要用到这个类别最后增长的 ID， 一起操作的时候，通常会去获取到这个自动的 ID， 不然两个表，另一个表又用到另外一个表的 ID 的时候，你不自动获取是不行的。这是自动获取 ID 的方式。除了这些，我们还有影响行数，因为插入记录这些都是影响行数的，所以呢我们还可以获取到影响的行数。影响的行数我们也可以获取到，通过 MySQL 里边的下划线 AFFECTED 下划线 RWS， 通过这个函数就可以获取到影响的函数。我们来试一下，假如说我这里边随便改个名字，你看一下影响了一行，因为我就插入了一行，所以是影响了一行。你在这里边如果执行其他语句，插入语句或者更新语句、删除语句，这里边也会有出现影响一行、影响两行。这是我们执行思考语句最常用到的。这是插入语句，好，咱们写完了，我再保存一些成 2.php 给你留着给你用。那假如说我执行更新一句，也是一样的 update 更新表，比如说 shop 设置名字等于名字等于 dollar 符下划线 get 里边的 name， 我也是做一个变量，然后 var 条件 ID， 比如说大于5的，我都把它更新了这个名称。那这个时候是更新语句或者删除语句，它们不是增长语句，所以获取不到最后增长的 ID， 但是它们可以有影响行数。你看一下，比如说这里边我将 name 改成 lamp，看一下影响行是一行，因为大于5的这里边就多少行，就一行，但是我再刷新一次它就变成0了。为什么变成0了？因为这条语句我再刷新的话，因为这个第六条记录的名称已经是 lamp 了，所以它是0。假如说 lamp1， 那再执行一次刷新一次又变成0了。这样的话因为数据没变化它就没有影响，所以我们通常判断一条语句执行成不成功的话，
除了用这个解决错误这种去判断，这个是 SQL 语句有错误，它会返回假。但是咱们刚才查语句的时候，大于五，语句上没错误，只是数据没有被影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也不想让它成功的话，你可以这么判断：如果这个它是大于零的，才能说明语句执行成功。执行成功，你可以这么判断一下，因为没有影响函数是不一样的成功的，否则的话，你看啊，输出，记录没有改变，但是下边的输出都没有影响了，这个值咱就不用判断了。好，我们这个看一下。你看记录没有改变，那假如说我这块 lamp2 让它改变一下，执行成功，影响函数为一。所以我们这块可以通过两方面判断，一个是判断 SQL 语句有没有错误，一个是判断有没有影响函数。删除语句是一样的，这是更新语句，我再保存一下，那我在这里边再写删除语句，比如说删除 from 从shop 这个表里边 where 条件 id 大于五的，你看一下，我第一遍删，刷新一下，这个写错了啊，表明咱们是有个复数 s 的，我第一遍刷新它是执行成功的，但我再刷一遍呢，记录没有改变，因为已经删掉这个5了，再删一次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就没有改变。这就是非 SELECT 语句怎么执行需要用到的一些技术点。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边跟处理语句其他的呢，咱们大部分都跟是结果集有关。除了这些呢，我们这里边函数还有很多，比如说跟连接有关的，除了有这个，你看还有一个这个连接，看到了吗？持久连接。什么叫持久连接？刚才咱们用的是不是持久连接，就是页面使用完之后直接就断开了。而持久连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第一遍连上了以后，我一直用这个连接，一直在这连接着，然后做增长改查效率都高，但是它一直在这连接着会占用资源。所以呢都有好处有不好处，但是为你的建议呢，以后你连接就建立持久连接就可以了。但是MySQL 持久连接呢，你是不能把这个连接关闭掉的。但两种区别，首先呢，连接的本函数呢是尝试寻找一个在同一处境上同样的用户名密码已经打开的一种连接，如果找到则返回连接标识而不打开新的连接。其次呢，当脚本执行完毕后，它服务器的连接呢不会关闭，如果你用它去关闭的话，因为它不会关闭这个连接，你就用它关闭的有可能会出错，所以称为持久连接，一直连着。这是这个，所以我建议你连接的时候用持久连接的效率呢比较高，就加上 P 这个。当然了，我也可以获取像这样，假如说像咱们做项目的时候，你可以获取这样，比如说进入一下后台，就看那第一页，比如说系统信息，你看我就可以获取到我的 MySQL 的版本是多少，看到了吗？我数据库的使用率是多少，我脚本最大执行率是多少，跟数据有关的就是这个 MySQL 的版本是多少，是这个多少，这个呢我们也需要建立连接之后通过这里边其他函数获取到，比如说这些我都不给你演示了，都非常的简单，得到客户端的信息一调用就可以了，反映客户端信息是这个，得到比如说服务器的信息一调用就可以了，得到服务器的是这个，对吧，等等都可以。好，然后获取当前的状态，这里边还有一点啊，什么 SQL 语句都可以执行，包括这里边咱们过来一会儿查询的时候咱们会用到，比如说 DESC SHOP S 获取表类型，
没有在这里边执行不了的语句，只要你在这儿能执行的语句，我们都可以在这儿写出来，然后用这个函数执行，都是可以的。那这里边前面的函数呢，就是如何在 PHP 里边执行思考语句的函数和一些检查错误的函数，也可以改变登录的用户的函数，都可以啊。其他用处就不大了，咱们到 MySQL 里边再详细的讲。那下节课呢，咱们会针对结果集去向大家详细的介绍。这节课呢，主要咱们是数据库的连接。好，这节课呢我们就教到这里，下节课咱们介绍如何执行查询语句，获取结果集，然后处理结果集。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